会只是一种想象？难道是我还不够相信天堂，所以不配希望？安慰再多还是要独自品尝，疼痛禁止任何人忍让，只能学会黑暗中变得更坚强，没有其他偏方。原来自己转动才能够找到光，太阳一直都在那地方，黑夜那么漫长是为了更渴望迎接清晨的show。